舞蹈诗句《至此青绿》其实是我们对自己做的一次挑战，我觉得是艺术上和技术上的挑战。同时呢，我们是想通过这一部作品向传统文化致敬。当你触碰到这么深厚的文化的时候，其实你不光是要有一个敬畏的心，你要去付出所有的行动。后来去年的一年，我们都在做前驱创作。我们走进排练厅，来排这个作品呢，是到现在为止是五个月的时间。从清晨到日暮，每天沉浸在《至此青绿》。只专心做好这一个事，只专心演好这一个人物。千年以前呢，就是这样一幅画，我们把它搬到舞台上，它是文化上的一种自信和功能。